烽火劲驹、威威、宝贝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七场三班千二嘅短途赛事，十二号仲系暂时大热门47蚊罕曾见。忘记佢。好，你一开闸前面块花红应声弹出啊！内栏仲有中华宝贝，出边首度拿来啊！第四位外边黑衫炸猪薯条，第五位中档仲有烽火劲驹黄衫黄帽威先生啊！后一层嘅马罕曾见粉红衫入咗去内栏尾五噶，外边绿草如茵，后啲嘅马尾三黄衫嗰只老友威威，尾二咧就系财神啊！包咗落尾咧橙色帽啊，威威宝贝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800米段处，前面带头嘅马首度拿来啦，第二位有出边嘅威先生。内栏第三中华宝贝啊，再见到第四位外边炸鱼薯条啦，中档嘅第五位仲系花红，内栏就烽火劲驹，再边粉红衫罕曾见，出边绿草如茵，后边三只内栏咧橙色帽威威宝贝，财神尾二，包尾老友威威啊！好啦，咁啊差唔多入直路啦，首到拿来仲系占先一半嘅身位，威先生第二位，咁啊见到侧出嚟中档第三位蓝衫嗰只就中华宝贝，响外边追有粉红衫罕曾见，入边追橙帽仲有威威宝贝，马林中间红衫咧就花红啊，最后一百米外边罕曾见冲上嚟嘅势相当好啊，入边中华宝贝打来仲有反应，两只马抛咧马群，花红响第三位接近终点，罕曾见外边冲上嚟赢，中华宝贝第二，第三名咧就系呢只花红，烽火劲驹跑第四啊。咁啊，結果又係方家炮咯。罕曾見啊，開頭響內欄噶，咁啊入彎嘅時候慢慢立出去外檔咧，咁啊結果衝上嚟，終點前就追越咧，咁啊都係賺咗慳咗嘅中華寶貝。花紅第三，烽火勁驅炮第四。方家炮潘頓起碼臨尾又回翻，差唔多有成50蚊喎，冇頭先咁離譜喎。頭先行圈31蚊，依家有翻48喎，因為好多馬落飛啊。中華寶貝第二，花紅第三，烽火勁驅跑第四。大熱 Q 嚟嘅喎，原嚟係啊，因為臨尾嗰啲咩炸魚薯條啊、老友威威啊，咁哇落飛落到啡格。係啊，哇！但係老友威威轉彎嗰個俾人點樣佢篩咗出去啊，結果就冇咗啦。呢度罕曾見升班咩輕榜打搭再贏啦，方家柏食翻口孖寶先。12581啊！睇月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十二号嘅罕曾见啊，到人派48蚊，位置派19蚊；跑第二名五号嘅中华宝贝，位置派17.5；跑第三名八号花红，位置派19蚊。连赢位五搭十二派131蚊，三红彩十二号、五号、八号派892蚊，单贴派190蚊。位置 Q 五搭十二派49.5，八搭十二派60蚊，五号五搭八派54蚊。跑第四名系一号嘅烽火劲驹。组合到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24.5。四连环派168蚊。今晚都好多呢啲咁嘅热门赛果啊！四重彩系派3162蚊，但系啲落飞就有啲奇怪嘅，又落去啲六啊、七啊、十一啊咁样。好啦，睇下巡逻影片啦。一起步咁啊，睇下拍步打三边啊，一定要顶住花红木雷咧望一望，哇！点解你唔同咗上我嚟派喎？咁啊，开面就手到拿来啦，咁啊，然之后杀紧埋嚟，仲有一只威先生炸鱼薯条，花红都惊惊啊！唉，你哋咁鬼快，我唔跟啊！落翻来第五位啦，入边啊烽火劲驹啊贴住条栏上翻嚟嘅，罕曾见喺佢隔篱，拉松啊对佢好跑噶啦。开面绿草如茵啦，然之后先见翻老友威威唔够快嘅，咁跟住见翻就系威威宝贝咧，同埋财神喺个尾嗰阵嚟嘅。哦，臨尾幾隻落飛好勁嘅都走曬出邊喎。係啊，老友威威炸魚薯條，老友威威係慘嘅，俾嗰只波歐嗰只財神咁頂下又開啲，頂下又開啲，咁都冇噶啦。拜拜咁就去啦。威威寶貝死蝕住條內欄啦，睇下追翻幾多。依度哇，罕曾見個勢幾犀利啊！一下冚上嚟，呢啲唔贏兩個馬位，咁原來都係終點前先過。後邊又冇乜馬追得到嘅啫噃。係就烽火勁驅叫近啲，威寶貝始終都係即係嗰個體重跌咗20多磅啦，可能真係衝得冇上次咁勁。追翻下第五啦，而家就黃元斌嘅啦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五搭十二派49.5，八搭十二派60蚊，五號五搭八派54蚊。
组合导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夜热门派24.5。四连环派168元。四重彩派3162元。孖宝六场二七场十二，中奖派284.5，六场二七场五，外围奖派56元。马蹄派16537元。分段时间23:34:22.87，末段23:63，总时间1:09:84，总时间就快过标准时间1:06。